究竟而家我聽翻個 mixing 個感覺係點樣咧？咁呢個係
唔係困難，但係要重新攞翻感覺，要啲時間咯。咁所以個 mixing 我哋都有時我特登，有時 mixing 咗，都係冇啦，我就即係出去自己唞唞耳仔先，再翻入去 mixing。咁變咗係，反而 mixing 轉到到俾個 Apple 細嘅，我用多咗好多時間。係，因為導演都係音響嘅發燒友，對音樂係好有。唔係，我係歌手嚟嘅。好，有朋友咧都，我哋都仲有少少時間可以發問。好，阿啲咪就開場。我想問下有關古仔方面咧，其實有冇而家問古仔？我一直以來咧都有古天樂有冇嚟啊？古仔，我一直以來都有個疑惑嘅，喺警察嗰邊有冇人懷疑過劉德華嘅身份咧？冇揾剪接方面，其實拍咗但係剪走咗一部分嘅嘢。好似因為描寫梁朝偉俾人懷疑，或者去真正去試佢嘅地方好似多啲，而劉德華好似係完全信任啊，冇咗呢一 part， 會唔會就係拍咗剪咗咁樣咧？呢啲都係一種演技嘅，係啦，你影帝都可能入去幾多嘢做得好好咁樣，演得好好就冇梁朝偉咁反叛咁樣，見到曾志偉成日笑，因為古惑仔古惑啲嘅，即係好多人驚出去古惑。咁可能警察部就相信啲人多啲。我諗係依樣嘢，其實我故事講笑，但係講真嘅，係因為出行古惑啲人係古惑啲嘅，咁變咗就係咁咯。我想問嘅唔係呢一唔係第一集，我想問翻其實第三集，因為今次好似你哋復修修咗三集啦，但係第三集當然有兩個版本啦，咁今次係。第三個版本咧，定係用咗邊一個版本咧？我哋都用翻近時20年前上下版本啦，係咯。依個經常我係即係去翻20年嘅版本啦，冇再搞嚟搞去啦。因為之前上畫我記得好似後期都仲有個導演剪輯定終極加長版嘅。咪嗰個第二集。第二集依個 DVD 嘅 DVD 樣嘅，嗰個第二集。你個 high 派友嚟㗎喎，我唔識㗎啦。上年完之後會唔會考慮出翻科技片啊？科技咩？科技部嘅。出，一定出。我已經收到咗依個美國版嘅，佢唔係科技修復，即係重新再出一個杯版。咁我睇完都幾好嘅。咁相信我哋嘅 4K 版更加好啦，因為佢冇導影Louis Apple， 佢只係近時嘅5:1個畫面都係冇點喐過，但係都幾好睇嘅。我講琴日睇翻時我自己嘅戲院睇，我覺得都感覺翻嚟啦，咁我又翻嚟。係導演係有自己嘅影院。唔係，係華雅公司。哦，係啊 ，OK。咁你會唔會有呢一個考慮去開一個《無間道》導演版，一個加長嘅版本？會唔會有一個導演版嘅一個《無間道》嘅版本？即係會一加長版？冇咁多嘢啦。哦。係咯，這個版我覺得我自己都好滿意啊！冇再畫實點綴，冇驚畫實點綴。OK。好。好啊。咁我哋就去到呢一度啦，我哋就睇下林導演咧，佢呢排咧咁辛苦去修復嘅一個作品啦。